阿坤不要说，放着。想跟你抢？我们没有怎么样，人家小姐真的都在忙。对呀、啊，那我说你叫了，我们马上帮你做啦。开啥亏钱的哇？你 Google 亏钱的哇？好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，感恩，谢谢。本分局北埔派出所接获报案，称北埔路上小吃店遭一名男子砸店。经了解，由于案发当时店家较忙碌，男子因店家未搭理，心生不满，将店家餐盒丢掷在地，又踢飞三角锥，并向店家呛虾。男子见店家报案后，随即驾车离去，并对店员投掷烟蒂，造成民众手部烫伤。警方到场后，该男子已离开现场，遂立即以车追人，目前已掌握犯嫌身份。本案将依恐吓、毁损、公然侮辱及伤害罪嫌函送侦办。